欢迎打开罗比频道，今天的主角是第80届金球奖得奖名单。往年呢，被称为奥斯卡风向球的金球奖，在去年经过了被抵制而没有颁奖典礼的一年之后，今年重新盛大举办。可以说今年的得奖名单非常的有突破性，非常的敢给。首先，杨紫琼这位华人巨星凭着《妈的多重宇宙》这部电影拿下了金球奖的影后讲座，真的是非常开心。这部电影也是我去年十大电影的第一名，她也成为奥卡菲娜之后第二位拿下金球奖影后讲座的亚裔女演员。I can beat you up, okay? 同样靠着《妈的多重宇宙》在里面饰演杨紫琼老公的关继威，也拿下了金球奖本届的最佳男配角。在台上呢，他不忘感谢在几十年前跟他一起合作过《印第安纳琼斯》的大导演斯蒂芬·斯皮伯，而斯蒂芬·斯皮伯也靠着他的新片《法贝尔曼》打败了詹姆斯·科麦隆，拿下了本届的最佳导演。这部电影也打败了《阿凡达：水之道》还有《捍卫战士：独行侠》，拿下了戏剧类的最佳影片。这部电影被称为斯皮伯的半自传电影，取材自他的个人经验，讲述一个年轻的电影制片家的故事，在台湾应该是在2月17号的时候会在电影院上映。而喜剧类的最佳影片则是由伊尼蛇灵的女妖这部电影获奖，这是本届入围项目最多的一部电影，最后也拿下了喜剧类的最佳男主角，由克林法洛拿下，还有最佳剧本奖。不愧是英国剧作家马丁麦多纳翻拍自己的舞台剧剧本。这部黑色喜剧会在台湾1月27号的时候上映。戏剧类的最佳男主角则是由在《猫王艾维斯》当中饰演猫王的奥斯汀·巴特勒击败了《我的金鱼老爸》的布兰登·费雪等入围者。戏剧类最佳女主角则是由塔尔的凯特·布兰奇获得。部分类别的最佳女配角奖则是颁给了安琪拉·贝瑟，她在《黑豹二：瓦干达万岁》当中饰演儿子死后继承王位的黑豹妈，真的是实至名归。整部电影当中有她的部分都非常好看，这也是漫威电影第一次有演员在金球奖上面拿下了演技奖项。Netflix 的吉勒摩·戴托罗之《皮诺丘》赢得了最佳动画片。Dragons roared as one.接下来还有影集的部分，《龙族前传》和《小学风云》分别拿下了剧情类还有喜剧类的最佳影集。《龙族前传》你当然可以在 HBO Go 上面看到，《小学风云》你可以在 Disney Plus 上面找到这部得奖的喜剧。《小学风云》同时也拿下了喜剧类的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男配角奖，一共三个奖项。千代雅则是靠着《高校十八禁》拿下了戏剧类的最佳女主角奖，喜剧类的最佳男主角则是由《大熊餐厅》的杰瑞米·艾伦·怀特获得。迷你影集的部分，最佳男主角交给了 Netflix 今年大红的《食人魔达莫》中的伊凡·彼得斯。Eat it.最佳女主角则是新创大骗局的亚曼达·赛佛瑞赢下。最佳迷你影集颁给了 HBO 上面的《白莲花大饭店》，里面的女演员珍妮佛·库里基也赢下了迷你剧集的最佳女配角奖。保罗·华特豪泽则是凭着 Apple TV Plus 上面的《黑鸟》拿下了迷你影集的最佳男配角奖。今年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则是颁给了一上台就开威尔·史密斯玩笑的黑人男星大前辈艾迪·墨菲。And keep Will Smith's wife's name out your mouth!关于这个今年的金球奖结果，你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这是罗比频道，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，获得影集。我们下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